给自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每年要徒步一季，哪怕再苦再累，就是死了，我也要徒步。为什么？让自己走出原来在生命中留下的这个封印。因为我们这一生，生命对我们来说很珍贵，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任，那就是无论做任何事情，我投入100%的专注力，拿出我自己的一份诚意去面对我自己。说实话，你们走了，对义工有没有损失？没有损失。对香海有没有损失？没有损失。对你们自己有没有损失？有。那么你们当初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给自己一份挑战。义工为什么来到这？为什么？义工是为了让你们每一个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学习，给你们提供服务，给你们最大的支持。他们来的时候肯定不是想我要整你们，对不对？变态才会想我去整你们。你们相互认识吗？不认识。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任何的仇恨，对不对？有没有仇恨？没有。所以他一定是抱着一颗服务大众的心来到香港，而你们也是发了一份心，就是说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有一份成长，所以来到香港。所以你们过去不相识，而今天有缘相聚到香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之前有没有经验？很多人没有经验，但做事情的方法上会不会特别的圆满？你们让你们来做，你们能不能做得非常圆满？做不到。那么我们允许不允许一个对我们怀着一份善念的人的一点点的不足？对呀，因为他是为了我们来的。那么他由于经验不足，或者是各方面在某一方面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上给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那这个是正常的，我们应该允许，因为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而我们也一定感恩他。所以师傅做不过来的，说实话。所以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是一份真心。再苦再累，因为我们香海，首先我很抱歉，我们香海的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地下室的确蛮闷热的，坐在这里面听课，的确是需要有一份定力，给自己一份考验。所以这一点我们相爱未来，在未来的发展上可能会越来越好，我们以后就会有更好的教室给大家学习。那么我们现在的条件只能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福报只能拥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怎么办？接受这样的福报，然后我们珍惜这一份缘分，我们感恩它。我们每一个人都给自己一份考验。假如我逃了，半年我逃了，那对我自己是一个学习，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学习。难道你一辈子都想到逃避吗？我不是在晚上来，不是给你们当说客，没问题的，要回去我们是记录的。但是呢，我们抱着一份学习的心态来的。珍惜这一次机会，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一生也就这一次机会，不会有再第二次。大部分人
像这种的长期可能你们只会参加一次，然后以后你的人生当中就没有机会。所以当你们禅修营结束的那一天，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对自己会有一份感动，一定会有一份感动。为什么？我们终于熬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先苦后甜，没有苦还有甜。我们讲患难见真情，非常抱歉，我的普通话其实是非常标准的。你们为什么发出那种笑声？不，你们要检讨，你们普通话一定是不标准。我是福建人，因为福建人在 F 和 H 的发音上是不分的，所以你们大概意思听懂就好。人在一帆风顺、甜甜美美当中度过了吗？你一定不会有气，不会有回忆，不会有美好的回忆。我们人生当中，你去回顾一下，给我们印象最深刻、感觉最美好的，往往是当初那一份坚持，那一份痛苦的坚持。然后在我以后面对我徒弟的时候，徒弟或者徒孙的时候，哎呀，师父干，你们这些小玩意，师父当年也吃过苦的呀，不是没吃过的嘛，对不对？那有一个吹牛的资本，对不对？你都没体验过，你怎么吹牛啊？对不对？你说你吃过苦，有没有？你们大部分也没吃过，所以，而且这里根本也不算苦。算什么？我查的资料，去洛克徒步能有牛棚住，那已经是七星级酒店。更多的时候是躺这个马粪或者牛粪弄一弄，然后直接躺在上面。就是说从地狱到天堂。所以这样子的一份痛苦，所以往往给我们带来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非常甜美的收获。当你熬过去，你撑过去，你就会有一份收获，一份感动，对自己的一份坚持的感动。那个时候，你就真正成长。如果遇到问题就逃，遇到痛苦就逃，这是小朋友，永远长不大。所以你们都是什么？都是成年人。没关系，如果说身体不舒服，你们马上提出来，不要熬。身体不舒服，生病了，马上跟父母提出来。我哪里不舒服，那我们会有一个安排，就是可以让你们去看医生，或者是给你们一个药来支持。我今天早上有跟我们的大家师傅，我们的住持钱中华师傅沟通，钱中华师傅也非常的关心你们，所以我代表钱中华师傅给你们带来一个非常深深的一份祝福，跟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来。所以，我们义工对你严厉，对你有要求，不是他跟你过不去，不是他修养不好，而是他想让你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有一份很快的成长，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他在处理方式上，他可能你们会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对我大吼大叫？我不理解。但是呢，他为
找不到以后更有效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你们的这份爱。和尚，你们不要，有个人在看着我，我心里发怔。和尚问讲，你这个和尚是不是来祸心你的？你放心，我不是来洗脑的，我不是来跟你们讨好什么的，而我只不过告诉你们我们人生的一些道理。那居然一些人来，义工菩萨来，我们称义工叫菩萨，来了服务我们，我们怀着一份感恩。无论他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他是为了大家好，为了我们好，因为他跟我们过往也没有仇恨，他不可能跟你过不去，他一定是为了让佛路更好、更顺利的进行下去，让大家最后有一个满满的收获带回去。所以大家一定要怀着一份感恩的心，要感恩谁？感恩自己。要感恩谁？感恩你隔壁的同学，感恩你后面的同学，感恩你前面的同学，要感恩所有的义工为我们付出的点点滴滴，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去感动。那哪怕是你们留下的每一滴汗，都值得你们一生去感动。因为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向生命上的方向在一同努力着，抱成一团的往前走。你看我这么卖力的在这里讲，就是为了获取你们的关注，获取你们的掌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内心都有一份期待。期待什么？我们至少期待被人认同。那义工菩萨做这一份工作，他们内心有什么期待？也期待在座的同学们对他有一份认同，对他们的工作有一份尊重，对他们的这一份付出有一份很诚恳的一份什么样的态度？每一个人都，包括师父来了，师父也有一份期待，就是希望，哎呀，你们都欢迎我。如果假如你们不欢迎我，我坐在这里我就会不好意思，然后情绪不好。然后我刚才看到你们一见进来，你们大家态度都很好，所以我突然间脑子很多都画面就出来，然后就有很多这样的话。我根本没有准备，就我准备只有一个准备，进来接受你们的狂风暴雨。来告诉我，有没有信心坚持到底？
们做完禅修冥想，然后你们回去洗完澡，安静休息，然后明天有时间再教我。天气热，一个你们每天要多喝水，然后呢，每天早上要排便，很重要，非常重要。一个人这个排便不顺畅，他会，不要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很认真的，他会在内心里面会留下一份毒素。他会，尤其天气热的时候，你排便不顺畅的话，整个人情绪会很浮躁、烦躁，什么症状都不出。尤其不是坐在这里盘个腿，他憋在这个地方，堵在这个地方，叫心堵，就是会变不通嘛。所以每天要去注意排便，然后呢，每天这个话是非常俗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然后晚上呢，回去大家按顺序，大家相互的照顾，让每一个人有机会，速度快一点，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冲凉，冲凉啊，休息。好，然后我们现在安静下来，然后做30深呼吸，好不好？把眼睛闭上，把腰子起来。